只要你手不碰气球，把气球爆炸，哼，我这盆巨型火鸡面就是你的，还等什么？赶紧挑战吧！哦，哎，我说同学，你这放学不写作业呀？嗯，你干啥呀？别打扰我，我在用我的意念让你的气球爆炸。你到底玩不玩？不玩赶紧走。玩就玩，一局50啊？咋这么贵啊？同学，我这可是独一无二的巨型火鸡面，给你钱，开始。停，不好意思啊，手不能碰气球，你挑战失败。你这就根本不可能嘛，你就是骗人的钱，你这就是套路。把手拿开，赶紧好好去上学好吗？哼，欺人太甚，你走着瞧。阿狗，你这干嘛呢？都上课了。哎，肉肉，我被一个爱烫头的老板骗了。我骗了？怎么回事？哎，他让我不碰气球，让气球爆炸，这根本不可能嘛。走，带我去看看，在哪呀？走走。我告诉你，这可是我们班的学霸，可厉害了。你就是叫你们校长来啊，我这巨型火鸡面你也休想拿走。话别说太满，就这三个气球是不是？对啊。阿朵，吃橘子，提给我。看好了啊。怎么样，老板，给你钱。你这巨型火鸡面呀，我们就拿走了。二狗，你看到没？以后呀，跟着我好好学习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拿着，我们去上化学课。啥？化学课？哈哈，我的火鸡面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